我们今天来做一个玉米胚芽粉的一个解酒测试。今天呢，我朋友给我提供了这个淮庄集团的酱香型白酒，里面是100ml 的，酒精度53度啊。那我们现在把这个酒倒进我们的试管里面，好香的酒啊！刚好100ml。那我们来测试一下啊，我现在手中呢就有一个这个酒精度测试仪，0到70度的。那我们现在测试一下它是多少度，把它放进我们的试管里面。这里可以看得到，是53度的，看到吧？来，我们的镜头过去，对，刚好是53度。那我们现在把它倒出来。我们现在呢，把它从试管里面倒进我们的杯子里面。再把我们的2包玉米胚芽粉倒进我们的53度的白酒里面。我们来搅拌一下。我们的玉米胚芽粉差不多都溶解了，那我们就把它重新倒进我们的试管里面啊。那我们现在重新把这个酒度仪放下去测试一下，我们今天视频是完全没有截断过的，看一下现在酒精多少度。现在只剩下，这看一下镜头，来拉近一下镜头，看一下只剩下多少度。几乎接近0度了，几乎接近0度了。你看零度了，是的，0度。要这样子才能够拍得到。对，你看还剩下几度，接近0度了。我们的玉米胚芽粉太厉害了，感谢梁总给我们提供的这个测试的白酒。52度的，现在测这个酒精度，我们现场直播。来，干一杯，把这个酒倒下来哦。哎，哇，太多了是吧？你酒量好，可以。没事，来，爸爸，干。现场喝了啊，52度。差个一口闷。嗯，干先生一口闷。嗯。哇，给你点个赞。现在可以吹了没？你的意思说我不可相信？360毫升每百毫升，您已饮酒驾驶。请配合检查，谢谢。马上就，我们现在倒一杯这个开水，温水啊，温水，大概是45度左右，不能太热了，太热了就会影响效果。现场开一包这个玉米胚芽粉，来倒下来。有酒精味哦，搅匀一点。那这是一杯倒了这个玉米胚芽粉的这个饮料了啊，那我们现场的把它喝下去，喝下去，等一下看一下它后面的那个度数有没有降下来。喝完了，我们几分钟之后再来测效果。我们过了5分钟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酒精度，大概降了多少？来吹气。5.9，谢谢你。牛逼！5分钟啊！5分钟。哇，刚才就是喝了酒，312。哎，对对，100毫，100毫是比较含的312毫克的酒。这是我们来检测，就是喝了玉米胚芽粉10分钟以后，我们再来检测一下，看有什么变化。没有10分钟啊，只有几分钟的时间啊。那我们见证一下这个奇迹的发生，看是不是他当时喝了酒的话是300多毫升的饮酒量。现在我们看一下，要把玉米看好，现在不饮酒。